一面就昨晚出席时装活动，佢早前增肥拍戏到而家都未完啊，佢就苦笑啦，而家见到食物都惊啊。由于今次活动由契细佬主办又要行缩，所以佢就话好担心自己唔靓仔啊。佢亦都因为不断增磅，所以患上三高同埋有胃酸倒流，试过瞓觉嘅时候因为胃酸倒流而砸醒咗啊，而家连行步路都觉得气喘，唯有希望尽快拍完呢部电影啦。俾啲朱古力啊，俾啲咩营养品？我见到嘢，我真系都想喊啊！因为我叫做咩胃酸倒流，好严重，晚晚都会啊，成个喉咙好辣咁样醒翻嚟。嗯，而家都仲有呢个情况。而家仲有，希望快啲进行咯，因为后面仲要减翻，所以应该冇乜好日子过。咩衫都着唔到，都要着买翻新嘅。咁你胃酸倒流会唔会系精神压力？不是，因為醫生說我吃太多，跟住瞓覺的時候都，因為你話其實都唔食宵夜，唔好食太飽嘅。我又不停食嘅，一日食好多餐咯，所以我冇一個時候我覺得會肚餓嘅，所以瞓覺的時候有時候夜晚會，我成個喉嚨好辣咁樣。